看看新闻网。最性感，王心凌全新专辑《爱不爱》从甜心教主蜕变成情歌女神，变成小女人的她在首播 MV 中秀出性感背部曲线。日前在发片记者会，她也大方地秀出美背，让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情歌女神。我希望我可以卸下这个糖果的外衣，然后大家会看到我其实不只是软软的软糖，其实也是一个 hard candy， 然后蜕变成情歌女神这样。